呀，老爷子，我先走了，改天来看您啊。三妹儿，我想问问你，你的供销社在什么地方？老会长给我找的地儿，就是以前的迟家余行。他们分案的家产，没想到你也要分呐！哎呀，老头子。 你少说几句吧，如今是人家的天下，别又惹麻烦。哎呀，三妹儿啊，我就不送了啊。啊，留步吧，有时间来看你。哎，没事就来啊。哎，儿子，你赶紧跟着他，看看他去哪儿了。俺不去，俺还要睡觉呢。你说这孩子啊，人家都占了咱家余杭了。 你再不把着点儿，等你爹回来，咱们咋办呢？好，俺去，俺去。老婆子，三妹儿准是和叶红山是一伙的，要不能占了咱家的余杭。15年了，他现在是能说会道啊。你说一个妇道人家，哪儿来的本事？ 怎么回事？他是村长，他知道俺成了寡妇，可能是来慰问俺的。你当老子傻啊？半夜三更的慰问寡妇，你俩肯定有事儿。俺发誓，俺小白鞋要是跟大皮靴有事儿，俺天打五雷轰。 老子告诉你，要是被俺发现你们俩有一腿，老子就先杀了你，再宰了他。没有，老子没工夫跟你废话。哼！嘿嘿嘿嘿。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怎么是你？滚出去！别人都能来，俺咋就不能来呢？嘿嘿，你赶紧滚，要不然俺喊民兵抓你。好啊，你喊，俺就在这等着。等民兵来了，俺好好跟他们讲一讲你藏野男人的事儿。嘿嘿嘿。 你别胡说！胡说！刚才大皮靴敲你家的门，俺可都看见了。他敲俺的门是他的事儿，跟俺没关系。你赶紧走，要不然……怎样？除了大皮靴，还有一个人，俺也看见，他是从你院里面跳墙出去的。他是谁呀？哈哈。
给俺吵俩镜子啊！咱们都是男人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。嗯，海生哥，你说大贵咋就那么怂啊？他呀，他刚出生前，他娘曾经有过三个孩子，可一个都没活成，所以他娘拿他当宝贝蛋。怪不得他说他娘不让他出来呢。 铁蛋，你是从多大学的拳脚？5岁。那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当儿童团的教官吧。俺不干，儿童团里没一个成器的。俺都想好了，咱以后干几件大事，把名号打出去。可咱干啥大事呢？二虎哥那边不是在抓坏人吗？咱也去抓，这就是大事。咱，那就咱俩。人多虾胡乱，鸡多不犯蛋，就咱俩。行。 干就干，省得让别人瞧不起咱。可是从哪下手，俺还没有想好。总不能满岛的找吧？自从李祖宗回来，咱村就死了三个人。你们不是说李祖宗死了吗？你笨呐！李祖宗没回来之前，咱们村就很少出事儿。这事儿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你是说他装死？ 反正俺觉得这件事与他有关，要不咱们……你要去挖坟啊？俺不干。看你挺聪明的，脑袋怎么不开窍呢？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咱一会儿还是去小白鞋家，埋伏在他家周围。如果说李祖宗没死，他肯定会回来。那要是真死了咋办？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找王八。就算他死了，坏人也会去他家。走，咱说干就干，去小白鞋家。刚才。 俺回去看了一下，王子江、叶红山还有几个头头都在村公所，这可是咱们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老三，你带着歪嘴、多眼龙、多耳朵，从村东杀进去，把他们民兵引开。好，咱们几个从村西杀进去，把他们连锅都端了。小子，咱一点，歪嘴，咱们走，快走，走。 刘队长，你们联防村民兵的任务是给龙王岛海岸线扎紧篱笆，一是防止敌人的增援，二是防止海匪的逃跑。是。季队长，你们武工队的任务是对龙王岛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尤其是对山高林密、适合海匪藏匿的龙王山。是。 是干大事的，叫人来，咱俩不就？他们人多，就咱俩能行？看呢。准备。哎呦！怎么回事？ 你们几个跟我走，走！停！停！呀！
想哄俺走啊？没门！外面再乱也乱不到这里来。想哄俺走啊？怎么着？咱到白天你答应的事儿，也得说得过去吧？你说什么说呀你？哎，不说也行，那就让俺。你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没大没小的你，我是你婶子。哎呦！嘿嘿嘿，俺就是喜欢你嘛！你放！放开！哎呀，这饶命啊！ 老会长，二虎，怎么样了？绕来绕去又让他们给跑了。绕来绕去，他们肯定对咱们村很熟啊。你没有来干嘛？滚回家去！凭什么让俺们滚回家？俺们也能抓黑匪。不是你们挡着，俺一枪就崩死他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俺还打了他两大功呢。他的弹弓暴露了目标。嘿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回去回去啊，回去吧。哎我。 二虎，咱们肯定还没走远，咱们分头找啊！好，来这边。哎，大老头，我们去小白鞋家，啊？去他家？饶命啊！你干啥来了？哎呦，真的是一惊一乍的。 是李叔啊，吓死俺了！你俩干啥了？你赶紧跟你叔说呀！你来干啥呀？俺饿了，让婶子给俺捡俩鸡子，解解馋。哎呦，俺发誓，俺没动他一根手指头啊，不信你问他呀！是吗？谁就是儿子？哼，你二十郎当岁，算是白活了。 你小子缺根弦呢，嗯？哎，李叔，快告诉俺，俺爹是不是快打回来了？都急死人了！你急老子更急，他娘的，整天待在地窖里，见不了光，全身上下都发霉了，都是这帮穷鬼们给逼的。
李叔，外面也是咱的人啊。小子，老子给你们石家卖命，老子的命比你金贵。俺要是暴露了，第一个拿你陪葬。是。小白仙，快开门！他们来了，你赶紧下地窖啊！俺去开门。真是时候，快进来！来来来，你可得替俺评评理。王副政委，他就是他，他半夜来俺家调戏，你可得替俺做主。哈，你白天用铁锹打俺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俺瞧你咋了？去，再看见俺记者。你还敢狡辩？他狡辩，二虎队长，你们是为老百姓做主的，你可得替俺做主啊！闭嘴。把二吊带带回去。凭什么抓啊？他答案怎么没人管？那不就想吃记者吗？哎，带他走。是。干啥？大妹姐，你吓死俺了！你咋没回去呢？姐，你知道吗？咱村闹海匪了！俺本来想帮虎子哥去抓海匪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俺遇到神人了！哎呀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噼里啪啦的，手脚真利索。你还笑？你不怕海匪啊？怕啥？邪不压正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应该……咋了？三婶，俺们犯错误了。俺没犯。三妹儿。哎，老会长都在、啊。坐。哎，刚才问那个民兵了，他们两个立大功了。立什么大功啊？有没有发现什么？队长，厨房都搜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走。二虎队长，忙了一晚上了，该口渴了吧？少来这一套。小白姐，俺警告你，你要是看见海匪不报告的话，俺就把你抓到镇上去。哎，走。他们用弹弓打那些海匪，让他们暴露目标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二虎哥还埋怨。哎呀，行了，待会儿啊，俺批评他。依我说啊，你海生哥做的对。你们现在年纪小，战斗经验不丰富，今天是海匪人少，如果人多，你们俩就危险了。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先向爷爷报告，懂了没？嗯。尤其是你，听到没有？老会长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外面天又黑，他们又跑得太快，追不到。今天你们几个干部都在村公所吗？都在。下午叶区长被他们袭击，晚上又追到村公所。这可以肯定，他们是冲着您和叶区长来的，说明咱们村子里面有持龙章的耳目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们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儿？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叶区长在村公所呢？并且他们行动前，对村子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海生这个王八蛋，
老子早晚要掰了他的牙。就不能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吗？非要出去惹事闯祸？你懂个屁！老子待在这儿，共产党能跑了？他们要是不走，咱们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自从你走了以后，俺可受苦了。这村里镇上只要开会，就把俺抓去，说是让俺学习，其实就是批评俺。这哪是人过的日子？大炮，俺知道你不容易，俺这次回来呀，就是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再忍两天吧，等俺把王四江、叶红山给宰了，咱们就有好盼头了。三妹说的有理，咱们把排查对象放在咱们村子里，查到那个内奸，顺藤摸瓜，一网打尽。俺也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三妹真是进步太快了。他那个机灵劲儿，俺20年前就已经看出来了。要不组织上能派他来？成立渔业供销社，既可以为渔民解决卖鱼问题，也可以以卖鱼作为掩护。不过，现在海匪活动很猖獗，你们的行动要高度警惕，绝不能掉以轻心啊！眼下这个行动计划，只有村里面的党支部成员知道。哦，那就好。三妹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，又有多年的地下斗争经验。你们有什么问题，应该多问问他。哦，听你这话，你好像对三妹这几年在外面的事情都很了解。当然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。你？15年前，他从龙王岛逃出来以后，就带着襁褓中的铁蛋儿，流落到大沽河这个地方。正好，俺回家看娘遇见了他们，就把他们接回家里住了一阵儿。后来，俺就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。这一晃，10几年了，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？原来是这样，三妹儿啊，这可真不愧是地下工作者，她的口啊够密实的。那个李慧生表现得怎么样？哎呀，还行啊，工作很积极，思想进步很快。毕竟他是给池龙章当过账房先生的。这个呀，当然要给人家一个改过的机会。行啊，老海宝，你这思想觉悟提高得挺快啊，不愧是龙王岛优秀党支部书记。是，不是不是，哪里是啊，跟着龙就腾云驾雾，跟着泥鳅一辈子钻烂泥巴，跟着党走，准没错。这话说的太妙了。哎呀，累了，回去休息啊。好，俺回屋睡会儿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咱们到村里走走啊。行。喂，范书记，俺要回家，快开门呀，范书记。有待。二呆呆，王爷呀，饿了吧？啊，来，到俺家，俺煮东西给你吃。不用了。俺还是回去吃吧。哎呀，俺有话跟你说啊，走。哎，三妹儿啊！哎，老太太，可找着你了。哎呀，我去余杭啊，没找到你。我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住哪儿，我这正发愁呢。你说咱娘俩真是有缘呐。找我有急事儿吧？昨晚村里头啊折腾了一宿，二子呢一直没回来，俺老两口啊一宿没合眼。
我刚才还说他爷爷，哎呀，准是在三妹家呀，跟铁蛋玩疯了。二子知道我家住哪儿吗？哦，昨天你从俺家一走啊，你说他就吵吵着非要来你家跟铁蛋玩，都半户小子了，我也把不住他呀。这二子没来我家呀？啊，没来。好，妈妈，哎，通知弟兄们，10点钟沙滩集合。是。报。报告大爷，有人求见。嘿，那抢人还抢不着呢，还有人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谁呀？他说他叫王矬子。哦，快请。是。来，大哥，你看谁来了？大哥，兄弟啊，3年没见，还活着呢。啊！错哎！老会长，昨晚的事真不怪俺。小白爷先用铁锹揍俺，俺晚上睡不着，越想越生气，俺就去他家里吓唬吓唬他。二刁蛋呐，俺从小看你长大的，甭管你爹石龙章啊干的是啥事儿。你是小孩，与你无关呐。嗯，那为啥不让俺跟爷爷奶奶住回池家大院，分给俺们一个小破房子？池家大院是你们池家剥削劳动人民盖起来的，现在应该还给老百姓。高人不上手，多穿两尺布，你有这个心态才行啊。来，吃一个。待会儿啊，俺给海生说说，让你在儿童团那边一起锻炼，一起劳动。哎呀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劳而获是最丢人的啊。谢谢爷爷，那俺知道了，俺先回去了。行，以后有事直接跟俺说啊。爷爷，你平时不都教育俺要对敌人毫不留情吗？二刁蛋是池龙章的儿子，池龙章又是杀害俺爹的凶手，你怎么？海生啊，二刁蛋只不过是像你一样的小孩而已，池龙章做了什么坏事也不能算在他身上。咱们要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最好让他能脱胎换骨，像咱们这个劳动人民一样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反正俺就想不通。说起来话长，自从3年前俺与大哥桃园结义之后，我去了烟台，在长岛插杆子，那日子过得也算是顺风顺水啊。可就在半个月以前，共党剿匪把俺给撅根子了。哎，撅了，托大哥的福啊，俺在海上漂了3天。这话扯不扯？都撅了根子了，还托我的福？啥叫见风使舵？那3天，东南西北中没啥风。你说，俺咋飘着飘着就飘海曲来了呢？此乃天意。此言差矣。俺掐指一算，大哥，近期你要飞黄腾达。这此话怎讲？面由心生，腹由命生。大哥，请看。是，什么意思？这指针指着你，而你的身后是哪儿？龙王岛。此地无金800两。富有命生，金银满仓，兄弟不来拜你的码头，恐怕连天台山上的财神赵光明都不会答应了。天助我也啊！兄弟，这回你算是烧对了香，拜对了佛了。不瞒你说，大哥，我正准备反攻龙王岛，我身边就缺一个军师了。患难之中见真情啊！小弟愿辅佐大哥，鞍前马后，在所不辞。来人呐，准备酒菜。
龙章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我看好这孩子，你说这可咋办？别着急，你想想他平时都爱去哪家玩啊？打从鱼改以后啊，你大伙儿都躲着俺们呢，连小孩都不跟他玩，你说他能去谁家呢？会不会是昨天跟着来闹事儿的那些海匪去找他爹了？不可能啊，他爹都走了快一年了，啊，要接就早接他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哎，奶奶！哎呦，这是啥祖宗啊！祖宗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上哪儿去了这一宿？他们把俺抓了。你让人抓的他？老太太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哪有什么权利指使别人抓人呢？昨天晚上吓得都不敢出门。二子，咋回事啊？俺本来是跟着你的嘛，可你走得太快了。哎呀，俺就说嘛，啊，你前脚一走啊，他后脚就吵吵着非要去找铁蛋来玩儿。不是找铁蛋玩，啥不是啊？啊，赶紧回家跟爷爷认个错去啊！他一宿都没眨一眼，生怕你出啥事儿。你说的，就是，快回去吧，别让老人家担心。好了，反正我也不出门，有空来啊。好。这么说，这回你爹真的要打回来了？那还有假？你祖宗这次回来就打钱蛋的。我说龙章这小子命硬吧，你还不信？这回啊，可有盼头喽。等龙章打回来，第一个就把三妹的供销社给他收了。这个李祖宗头脚上倒，三妹儿紧跟着就来了。一个是杀人，一个是搞什么供销社。我总觉得这两件事儿有点蹊跷。有啥蹊跷的？李祖宗是在龙章派回来的，这三妹儿能在共产党的地盘上开供销社，那肯定是他们的人。人不可貌相，这海水不可斗量啊！我看呐，咱们得提防着点儿。有啥可提防的？啊？龙章快回来了，他要是不守规矩，就给他算总账。大哥，保安队集合完了，请训话。这身衣服怎么看怎么像。大哥，衣裳一样，意义不同。当年啊，您那是给日本人卖命，如今这可是咱自己的队伍，两码事儿，绝对两码事儿。好了，哎，开始吧。把他们押上来！大哥，您这是要干啥？杀人祭旗！大哥，使不得！您现在刚刚荣升为大队长，别人不知道，那他们回去给您传传名多好。不必，老子的名早就位置的好几百海里，用得了他们传？祭旗！退下去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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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上保安大队
就算成立了，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太好了！团子，哎，我现在任命你为保安大队副队长。嗯，谢谢大哥。猴子，我任命你为保安大队参谋长。马副官，哎，参谋长，从现在起，你们两个就带着弟兄们玩命的训练，随时等候命令。杀回龙王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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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刘团长，有事吗？刘团长，你们刚刚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怎么还要查？你们村的嫌疑最大，当然要重点调查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海匪就是俺们村的一样。那可不好说。为什么别的村平安无事，就你们村接二连三的出事？你，海英，刘团长说的对，这两起命案都发生在我们村子里，应该重点排查，这也是对乡亲们负责呀。三嫂啊，你是新来的，按照规矩呢，要对你随身物品详细的检查一下。东西都在我家里，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我家查，你在这里先收拾着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嗯，请。这个是账本，用来记账，到时候给大家发钱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青岛中央银行的支票。哎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东西，没收。这是国民党的没错，但是它能换现金的，你没收了，我怎么给大家结账啊？那是你的事情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注意你的态度，别忘了你是从敌占区来的。我态度怎么了？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是一个商人。别以为你和叶区长是老朋友就可以胡来，别忘了这里可是人民的天下。你说什么？说你和叶区长什么关系？自然是朋友关系。你们见过？你刚才问我们是什么关系，现在又问我们见没见过，你这人真有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和叶区长是老朋友，这支票我可以还给你，如果不是，我就带走了。好吧，我明说了吧，我觉得叶区长这个人不错，没有一点官架子，而且他知道我回来开渔业供销社，还大力的支持。这么说你明白吗？啊，这样吧，这支票我就先带走了，啊，如果想要的话，镇上走一趟吧。哎，刘团长，哎，赤龙章这杆秤，真是把咱们坑苦了。往后咱们就用这杆秤，给咱们贫苦的余家造福。哎，老会长，这秤上的铅块俺已经都给去掉了。嗯，这以后啊，咱的买卖就公平了，是吧？行。目前敌人正在调集24个整编师，60个旅，共计有45万人，分3个兵团。由顾祝同任总司令，坐镇指挥，疯狂地向我们山东根据地过来。我军陈毅、苏毅同志率领了华东野战军，正在肆意寻求时机进行反击，同时地向蒙阴、新泰一带聚集。现在我山东根据地已经遭到了疯狂的反攻，同时海渠县武工队啊，还缺少枪支弹药。所以上级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海北行动。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到山东战场和全国战场的成败。会不会是我们的行动被敌人掌握了？根据我掌握的情报分析啊，石龙海已经派遣了特务集团，
死人的代号叫做“鲨鱼”。鲨鱼。一说。